犯轻罪，这个徒弟呢驱逐摒除，不能听收。一般的说五无间就是五逆罪，就是罪大恶极了，罪大恶极了。这是堕地狱啊，没有间断，时间很长很长的，那经过无量劫了，就是萨父嘛、萨母啊、萨阿罗汉呐、出佛身血呀、破和合僧，这五种。一般的破和合僧啊，是僧团内的出家人，在家人不会的。萨父、萨母是在家人的事儿，萨罗汉、萨僧文，那有时候是业报的关系。萨者你并不知道，不知道这是阿罗汉。说阿罗汉有了神通了，这还被杀他？阿罗汉入定的时候才有神通，没入定的时候跟凡人一样的，所以还有被杀害之情。有的地方说的是七种，咱们这说五种。但是每一个杀业，有杀因、杀缘、杀法，用什么方法杀？拿绳子勒死啊，拿刀啊，或者现在有枪啊，就是杀法。感到业造成了叫杀业，叫杀业。这个没说到畜生啊，那是轻罪，不属于重罪，但是这个前头都加个故字，故死杀母，故死杀父，有意的、耐心的杀害，不是无意的，不是误杀，误杀呢不分根本，这个都是有意的杀害。筹谋呀，计划呀，怎么样杀呀？说你在五物间罪，要人于是五物间重，随造一种，无论随便有哪一种，不合出家，出家都不可以吗？还能受具足戒吗？说师父不知道，我知道令他出家了，或者已经受了戒了。那一个当师傅的犯罪，四面犯罪，那就把这个徒弟摒除了，不要他再生说，另处我法，离开佛教。但是这个人他已经出了家了，有了出家的形象了。虽然把他摒除了，但是他有出家的形象了。这一类的人，佛也不听许鞭打呀，把他逼牢狱啊，喝骂呀，肢解呀，也不可以，因为他已经有了生相了，就是生相了。还有四种。跟五无间的最大那些根本罪啊相似应的，相似应哪四种呢？起不善心，杀害毒绝，是生杀生命的大罪，恶业的根本。前头那是圆觉的，那是阿罗汉是圆觉的修法，毒绝是没有佛时代，没佛时代的。就是独觉，不是文法开悟，而自己觉悟。第二种，因阿罗比丘尼、阿罗汉比丘尼生，是杀道因妄的世界。因业呢，他所因的是正得阿罗汉果的比丘尼，是大邪横。犯根本大罪，
第三种呢，损坏、侵占三宝财物，侵占佛法僧三宝财物，这也是最大的根本罪。第四种呢，破和合僧，颠倒的执见，想种种办法破和合僧，把大众和合僧啊分作两半，叫妄语，大作那罪。这四种跟五间罪相似的，跟五间相似的。这四种罪啊，咱们有些个人犯不成，杀父杀母嘛还可以，阿罗汉乃至于声闻，乃至于破和合僧，现在的僧说僧人呢，在家破不到的啊，僧人当中一种分成两种的破坏，就挑拨离间的事，对。阿罗汉比丘尼并不知道是阿罗汉比丘尼，不过在蒙古国家侮辱强奸比丘尼的比较之少，这类罪比较之少啊，破坏常住三宝物的多，特别是这个在家的出家的弟子破坏三宝物，拿常住的物啊当成自己私心处理，破和合僧，说这几种啊就叫示众，见于无间，要人于此四尽无间的大罪，那根本罪中随犯一种，不能度他们出家，不合出家，那更不能受居住戒了。假使要令他出家，谁收的那当老师的犯罪了，应当驱兵，驱兵驱除，离开，令出我法呀，就离开佛教。入世之人，也有出家的受具足戒形象，主要是在后头。佛说就是这些个造了忤逆十德这些个人，这些个出家的形象的人，也不应当以在家法律制裁他，说是打骂他、喝宰他，乃至断他肢解、断他的命根呢，都不可以，因为他具足过出家身相。入世回有是根本罪，就是杀盗淫妄是根本罪，但是不是五间罪，五间罪比根本罪重的很多，根本罪是有期限的，无间罪是没有期限的，是不是？他犯的是根本罪，不是无间罪。所以就是犯了无间罪，不是根本罪。但是根本罪也犯了，无间罪也犯了，这个就严重了，严重了。但是所犯的呢，是也不是根本，也不是无间，那个私犯罪就轻一些个啊。何等名为根本罪与无间罪？佛就再加一说，说先于我法中，以前除了家了，受了居住戒了，除了家了。受了居住戒了，故意的想杀他，杀他他是谁呢？就是究竟见替的，有出国圣人到四国圣人，见到替理了，就正道了啊，正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，有见替，
有意杀这些人，这个叫根本罪，也叫无间罪，两个都有，你犯了根本，也犯了无间，这个不能够打骂他，只能驱逐出去，因为他居住有生相，所以只能把他灭柄驱逐去，赶出去，生团那种不要他了，但是不能打骂，不能断肢节。这种的佛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他具足生相，只能把他赶出去就算了。在我们大陆上还俗说破戒，只能把你赶出僧团，但是国家法律要制裁你，佛是不许可国家法律制裁，先等他死后受报嘛。但是在西藏不同，西藏如果知道这个比丘破戒了，公开的啊，反正四根本啊，四根本。西藏每个喇嘛他有个人的财产，把你全部财产没收，全部的衣单全没收，给你一件白普鲁三子，拿那个白羊毛织的那个普鲁三子给一件让你披，但是要打你200鞭子。200鞭子，他那鞭子不像咱们这个鞭子啊，拿那牛皮拧成五股，拧成了很长很长，甩开打的，一面站一个打鞭子的，我这面打一边，那边打一边，两边算一边，手200就是400。那打昏过去了，拿水喷，喷醒了再打，打死了那就算了，人没死，他的亲属、他家人把他搀走，给他拿一张木伞，这是非法的。什么非法呢？佛不许这么做，佛不许这么做。所以佛一再说，于我法中。他出了家了，受戒了，那他杀害他人，或者是给人毒药堕胎也算，也算杀人。这样子呢叫根本罪，不是无间罪，但是不能跟大众生住，不能享受大众的生活的资本啊，生活的资源的一切物品都不能享受。所以说种种邪见造呢，这个时候是种种的邪见造呢，就是他先于我法中出家，后来产生邪见，说杀害他一生人。什么叫一生人？在六道轮回变异而生的都叫一生人。产生邪见造恶的，以邪见邪知邪见造恶的外道啊，都管他叫一生。杀害一生人是也是一样的罪呢，罪呢。方便堕胎的，给人女人怀胎了，给她吃药，把她堕胎的，这都叫一生。同样的，犯这个罪，这是说，是根本罪，不是无间罪。不犯五无间罪。
那什么又是无间罪非根本罪呢？何等名为是无间罪非根本罪？设要有人，假设有人啊，受了三规了，受了五戒了，受了这个十戒了，在这五无间罪随造一种，这叫无间罪非根本罪啊。说你受了三规了，或者受了五戒了，或者受了八关斋戒了，八关斋戒一天不会犯的，说不说，或者受了十戒了，你在五无间罪造一种，随便哪一种啊，这个叫无间罪，不叫根本罪。今儿呢，不应该度的出家，不合出家。假使不知，把他收了，受了具足戒，他也受了出家或者受了具足戒，这个私得罪。不是这个人本人当得罪了，就是收的师父得罪，必应取宾离开我法，然后就驱逐佛教之外。什么叫非根本罪与分无间罪呢？就是要有人受了三规了，受了五戒了，断与佛法生生起怀疑心，咱们在受三规的时候啊，皈佛了，不能再皈外道天魔了，对佛法生怀疑心而去皈外道去了，以外道为师，这样的会致种种要少要多吉凶之相，四察四季鬼神，这是犯罪，但是也不是根本，也不是无间罪。他受了三规五戒了，这都要说三规五戒，说是教内受了三规五戒，就是教内犯罪；没受了三规五戒呢，教外犯罪。这个。这有区别的了，有区别的。要复有人与入如来所说的正法，或者声闻成相应正法，或者读解成相应正法，或者与声闻相应的法，就叫相应正法；与十二因缘读解成相应的法，叫十二因法。或者与大乘相应的正法，有大乘法，诽谤者子，不信，不信没关系啊，你不要诽谤，你自己不信上，或者，但是令别人也厌弃背舍三乘教法，障碍他人信。障碍他人的读诵，障碍他人的书写，乃至一个诵的正法，犯罪。这种犯罪呢，不是根本罪，也不是无间罪，但是是生了极大恶业，与无间罪相近了。相近了不是无间罪啊，那堕地狱还有出来，还有间断的时候，无间断是没有间断的时候，是不间罪，但是这个罪也很大。什么罪呢？谤法罪，谤法罪跟无间罪相近了，谤法罪。但是这些罪啊都要去忏悔，如果你知道认识罪
要忏悔，忏悔了之后，重罪变轻罪，乃至忏得清净了。但出家不行，出家不行，就是忏悔罪业清净了，也不能再出家，也不能再受具足戒。假使要度这一类人出家，或者受具足戒，死便得罪，必应取宾，令他出无法。说要不已经出家了，或者受助戒了，那他犯罪了。但是犯这个罪呢，要忏悔，犯入室罪要忏悔，但是不是忤逆，也不是无间，不是根本。但是与毗与戒法当中把它驱逐就是了，驱逐就是了。佛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一再显示，只要他出过家穿过法服的人，不应当以世间法制裁他，更不应当打骂他。打骂他你犯罪，因为他必定他现过身相，只能说他有很大的罪，不能出家，不能受戒。如果已出家已受戒了，应当把他摒除赶走就是了。不应自裁。佛在世时候，对于那些个国王、那些个大臣，大多是尊奉佛教的。而我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不尊奉佛教的，他不依着你佛教的教法，他是依他国家的国法。因此佛在戒律当中说，是你所做的事跟佛法相合的，跟国家法律不相合的。佛说你这个时候放弃了佛法不犯戒，放弃戒法了不犯戒，不做佛法之执行，不犯法，不犯罪，就是屈从于国家法律。二者呢是看当时的情况，以国家法律为重，就把你所修的戒法你放弃了，这不算破戒。就是随顺世间，在大乘教义里头佛教导我们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叫正法时代，与佛法、佛教的法正法时代，一切国王大臣那个当时是十三业的国家，都尊重佛法的。那你到了末法的时代，到了相法的时代一样一半吧，到了末法的时代它以世间法为主呢，能够使佛法延续不断灭，那就很难了。到了最后时候佛法全部断灭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